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秘密关。浮躁了数月的娱乐圈，在经历了重重风暴后，终于恢复了正常。一时间，娱乐圈好不热闹，艺人们纷纷发动态，为自己的演艺事业摇旗呐喊。各大卫视、各个视频平台也开始上赶着有计划的、有条理的拿出自己平台积压许久的王炸作品。例如此前备受关注的《虎珠夫人》，让颜粉们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小半年的《迦南传》，以及吃瓜群众们最想火力全开去吐槽的《当家主母》等等。当然了，也有不少作品目前才刚杀青，还未进入上线阶段。例如舞台上霸气开麦，综艺节目中接梗无数的喜剧人刘宇宁。近日，迪丽热巴、龚俊、刘宇宁主演的《安乐传》经历四个月后，也终于走到了杀青阶段。透过官方呢及网友们发布的路透图可以看出，这部剧的服道化还是挺让人惊艳的，尤其是刘宇宁的红衣造型。相近于近两年的三毛钱快餐造型，刘宇宁的这套妆发简直不要太精致，再加上刘宇宁本身的长相优势，这个造型放在她的身上妥妥的被打成了光芒万丈。对此，不少网友感慨，终于有一部不辣眼睛、不用看普信男强壮高富帅的古偶剧出现了。要知道，今年的影视圈可是雷声大噪啊，无数的烂剧都挤到了一堆。要命的是，剧里的服道化还非常敷衍，其男主女主的颜值更是不忍直视，无数长得极其普通，毫无辨识度，甚至有些还长得颇为雷人，与美帅毫不沾边的男女演员居然还脸不红心不跳的在剧里饰演着艳眉星目气宇轩昂的美男子，以及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绝世美女。真不知道是导演审美有问题，还是金钱让他们迷失了双眼，丢掉了良知。如若不然，靠美出圈、靠光影打造氛围、靠演员能力讲述故事的作品，又岂会如此粗制滥造？当然了，若说这些剧目仅仅是颜值不够也就算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天生的好皮相的。可是作为演员，其演技让人不敢恭维，满屏幕都是尴尬，这未免也太说不过去了。尤其是近两年火出天际的古偶剧，放眼望去呢，整个古偶剧市场能够配得上精品的实在是为数不多，不少的剧呢就连最基本的合格线都达不到。有趣的是，尽管观众们骂声载道，但导演们仍拍得不亦乐乎，演员们仍演得不亦乐乎，于是呢就出现了歪头瞪眼嘟嘴装傻充嫩机器人式的表演，成了这部剧的招牌动作。不得不说，金钱的魅力实在是大，大到可以让人扯掉遮羞布闭眼来捞金。所以当《安乐传》这类良心剧传出风声时，观众们会如释重负，会惊喜不已。毕竟常年被各种雷剧着眼的我们，真的很需要拿得出手的剧目来洗涤我们的双眼。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演员阵容真的太豪华了，整部剧都是俊男靓女。从主演来看，女主任安乐是由迪丽热巴来饰演，男主韩烨是由龚俊来饰演，与男主戏份相差无几的男二是由刘宇宁饰演。在配角上，这部剧则选用了超多的新人演员，如夏楠饰演安妮一角，裴子天饰演漠北一角，李舒婷则饰演帝承思一角，王一婷饰演琳琅一角等等。每一个演员单拎出来呢，都是能够撑起一部剧颜值的美学盛宴，何况这部剧还集结了如此之多的俊男靓女。不过有一说一，服道化精美并不等于整部剧就是上乘作品了，其作品是处于优质作品还是劣质作品，还是得看整体，尤其是演员的演技。就是不知道《安乐传》上线后，刘宇宁的演技能不能够经得起观众的推敲，能不能对得起观众的期待，能不能再有此前在《长歌行》中饰演浩都一角时的水准。你们看好这部剧吗？